2023年，美国寻找价格实惠的大型住宅成为趋势，这一趋势不仅是疫情期间的现象，而是持续增长。因此，我们为您列出了2023年美国十大最实惠的大房子所在城市，这些房屋面积超过5000平方英尺，售价不到100万美元。这些城市分布广泛，包括中西部的工业中心、南部的科技中心，以及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边界的城镇。一些城市可能令人意外，如华盛顿特区和丹佛，尽管他们生活成本高昂，但在郊区地区也有价格亲民的房产。以下是排名前10的城市排名顺序，按照面积大于5000平方英尺且低于100万美元的单户住宅房源百分比从高至低。1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，2佐治亚州亚特兰大，3华盛顿特区，4俄亥俄州克利夫兰，5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，6马里兰州巴尔的摩，7德克萨斯州麦卡伦，8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，9科罗拉多州丹佛，10犹他州奥格登。